西加路亚边鱼，张饵逆水流抛出去，然后等待饵落底。这里水深大概9米，一般我会选择9到11克的 VIP， 或者水流平流不动时选择7克。捉住个底慢慢跳啊。饵到底了，边鱼一般手法就是小跳，逆流打上去，小跳时饵会飘回来而接口。路亚边鱼就是这么简单哦。哪个？什么？来看我吧。他来。啊，今日啲船冇啲大啦。啊？今日啲都冇啲大。壮细，一条比一条细。今日啲群鱼唔大啦，要转位啊！个连续钓大量，即基本上大嘅。收死咗啦！又立面又立嘴啦！哇！你屌！咪咯。今日啲船冇咁大嘅，啊？今日啲船冇咁大嘅。咧細定啲，放唔到佢啊？放唔到。呢條啊，包住。放唔到咩？放唔到。啊！你個鏡，